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中和区明德路的蚵仔面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哇塞，有很多都是在卖这个蚵仔面线啊。但这家不同哦，这家是卖蚵仔面。好，那招牌在这边。好，那价目表就在上面。好了，老板娘你好，那想请问您推荐什么是贵店的招牌？就蚵仔面或者是蚵仔干面。那我要蚵仔干面好了。蚵仔干面也要吗？哎，对，因为应该是蚵仔干面味道比较重一点。哎，然后我还要再一份那个干颗。那个干颗。哎，对。阿汤好了，那个阿汤，哎对，好，那就好了吗？哎对，好，一个阿米粉，一个韭菜，那里面稍做一下，好，好，那不小心就点到240了，哈哈，好，我也做点更正哦，那改成160，那个阿汤就取消，谢谢，哦，感觉应该是蛮赞的了哦，满满的海洋力量。那这家店这边应该已经开很久了哦，已经九年了，是，好，满满的好料哦，对，谢谢，哎，赞，哦，就改成这样了，哦，两样，然后160，哦，满满的大海能量哦，谢谢，好，现在就试试看，这蚵仔很扎实又大颗。嗯，哦，这蚵仔很新鲜，哦，汤头就很清甜，因为蚵仔很新鲜，哦，赞。刚这个妹妹跟我介绍的时候相当有自信啊，嗯，哦，这个蚵仔的确很棒，赞，嗯，好大颗，那爱吃蚵仔的朋友啊，就可以来这边尝尝看了。嗯，真的很棒。哦，新鲜又美味哦。哦，那这个是已经开业9年的店家。好吃就是在这个蚵仔，赞，哦，价钱蛮平实的，超赞。真的很好吃啊，哦，相当的烫口哦。每一口我都可以吃出这蚵仔的鲜甜，嗯，很棒，哦，
所以我觉得是满分的。嗯，好吃哦。我想要是口味比较重的，你可能就要吃干面了。汤头就是比较清爽哦，好，也不错哦，蚵仔真的很多，然后蛮大碗的。好，再来是本店招牌干蚵啊，你看有这么大颗啊。好，那先要吃吃看哦。加入这个应该是蒜蓉酱油跟油葱吧。嗯。好，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蚵仔很新鲜。嗯。哦，好吃又美味哦，赞。算佛啦，80块有这么多蚵啊。哦，现在蚵啊不便宜啊。嗯，啊，真的很棒。然后等下再铺了一层这个韭菜哦，那因为这样全部都蚵仔，这成本就太高了。嗯，好吃啊。就等各位朋友品尝啊，新鲜又美味啊！好，那我觉得是满分。哦，好假。好，赞赞赞赞赞！嗯。哇，金口奖，然后又很烫口。就等各位朋友品尝，赞。嗯，真的很新鲜啊，好假。好，管这蚵仔面真的非常的厉害哦，很好吃哦，赞，超级好吃，从产地直接拿的，很新鲜的哦。99%都是熟客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蚵仔会那么新鲜？这样，我们每天拿的啦，每天都香啊，香都会直接都卖，产地直接寄过来。对，产地。我意思说，就是蚵仔很新鲜，然后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很好吃，然后感觉就是产地直送这样。对。但是吃得出来的啦，因为如果有摆一下，那会有个腥味。对，会。这个是综合面吗？哦，赞赞赞！哎，好，我们下次来吃啊，赞，谢谢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就来到此行原本的目的啊，业绩大肠蚵仔面线。好，在他们的隔壁啊，那这家的蚵仔大肠面线也非常有名。
好，我要一份那个贡丸面线小的，但是我要单点一份大肠。大肠头。哎、欸，对。啊，我是内用哦。哎、欸。对，大肠头一份。哎、欸，对，那我不要姜丝哎。好，谢谢。酱油要哈。啊，酱油要，就是不要姜丝而已。好。OK。好，那在这个神教里面是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店家。大肠，两个大肠，两大肠，然后大的。好，那原本是这样，不看不到贡丸呢。哦，在里面啊。好，我再加入这个肥滋滋大肠。好，那全部都加好了哦。那我这个是点小碗的啊。现在就试看，感觉好像很赞呢、啊。好吃。它这个辣油也非常的香，油泼辣子。讲这个蒜水真的是很棒、啊、好，汤头有带着这个淡淡的柴鱼香，真的是很好吃、嗯、大肠头是洗的比较干净，然后剪的比较小颗一点，所以就没有这个感觉会爆炸的感觉，就还好，但是嚼起来蛮香的。哦，油脂洗的很干净，嗯。哦，适合女生吃啊，比较不会那么不滋滋啊。好，在这个。本片主角应该冒出来了，贡丸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不错啊。也相当的精彩啊，就只是说我比较喜欢的油脂香就是洗干净啊。然后汤头稍微有点浓稠，然后面线比较软一点啊。汤头算比较清爽一点，啊，加点醋跟辣会更美味。好，那就把我意见当做个参考了哦。那有旁边客人讲说这一家是今天才开始营业啊，那所以这个客人可能要注意一下他的粉丝团或店洽一下，休假时间可能会有时候会临时再多增加公休。还不错啦，就这样。好，总结一下，就汤头浓郁，然后有带着柴鱼香，然后细面线啊，算是细面线，然后大肠头就是油脂比较少啊，然后卤的还蛮入味的，然后贡丸好吃，这样，然后店家客气。
好，感觉这家的蚵仔还蛮新鲜的哦，那香菜就摆在这个架子上。好，那下次再尝看店家的蚵仔，看起来也是很肥美哦。对啊，哎，赞。我这拢黄金嘛，黄金的蚵仔。哎，王公嘛，哎，因为我台语不太好。好赞哦。相当的美味哦，而且老板这个很好相处啊，赞。好，菜单再看一遍。好，那两家都蛮不错的哦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